祖传的黄豆焖猪蹄儿绝对好吃，又叫做软嫩抠弹，跟我都齐。做好这个菜，选猪蹄儿非常关键，一定要选前蹄儿，前蹄儿运动量比较大，它的筋比较多，后蹄儿呢肥肉比较多。今天我手里拿这个是前蹄儿，它这块有个肘，猪蹄儿得切成块，凉水下锅焯水，加料酒去腥，烫好捞出过凉水。咱们今天呢是取的油水混合炒，首先呢加入水油的比例呢是10:1，咱今天选的是冰糖，顺时针方向角，大泡变小泡，小泡变没泡，好，这会儿开始就可以了。来，锅里酱油、大料、香叶、蒜、姜、葱、干辣椒，煸香之后下入糖色、猪蹄儿、料酒、老抽、生抽，加入黄豆，加开水，小火慢炖1小时，最后切记调口1瓶盖的盐。哎呀，满满的一锅胶原蛋白呀，尝尝。皮糯肉嫩筋弹